机房，我要你的密码咯，又要密码咯，一到二，一二六八五四六八五四，接电话咯。 So, is it all coming back to you? No, not yet. 哇，我们害了很多人啊！我们只要害了很多人。Do you see what I'm on about now? You deserve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to you. 我怎么觉得他说什么四月六很重要？ Do the dirty work. Someone had to do it. 所以你们两个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欢迎来到机房。你那边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吗？我的衣橱的耳朵都有。杰森，杰森，完了，扔了。No！ 阿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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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边有什么？我这边，我这边，呵，好玩了。你记得，你记得有一个东西隐藏那个什么，那个隐形门、隐形墙那个东西吗？啊，隐形迷宫，我刚看到。来吗？我翻回去那个 app 一下，等我一下。OK， 你的点点是什么颜色？左边点点是蓝色，右边点点是绿色。OK， 绿色走到最上面。绿色走到，你是从绿色还是蓝色开始？蓝色开始。蓝色开始，往下。往下。一格，然后往右边走两格。两格。Yes。然后上边一格。上面一格。右边两格，右边两格，然后下面一格，下面一格，右边走到底，右边走到底，三，往上走三格，往上走三格，然后左边走两格，左边走两格，往上走一格，往上走一格，哎，左边走三格。左边是啊，左边走三格， hey， 为什么越来越远了？下面走一格，下面走一格，左边走到底，哼哼哼哼，上面走到底，哼哼哼哼哼，好，然后右边走两格，右边走两格，往下一格，往下一格，一二三，右边走三格，一二三。然后上去一格，上去一格，右边走到底，右边又走到底，下面走到底，下面走到底，有，对了，完成。来，玩电线吗？电线啊，我这里没有草图，然后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提示。还是你要玩炼金术？炼金术那个最后吧。那你就只能玩电线了。我这边没有什么线索。电线，我这边电线说脆弱不？祭司也随时更换，于是他们干脆画了张草图当是说明书，但是没有在车上找到草图。我真的谢谢你哦，你这提示真有用哦。OK。OK。我打。OK。我的照片库跟我没有关系耶。还是你要知道我这边什么颜色吗？我这里一条线接着另外一种颜色的线呢，各种线接着乱乱接。好像不可以，我没办法乱乱接。OK， 那先这样啊。我假设是这样的话。你最上面的线是什么颜色？我最上面的线是红色跟蓝色。红色到蓝色，然后再下一个。
下一个是黄色跟绿色。没有没有没有，你不要两条一起讲，你从最端端那边讲。哦讲哦，红色，然后到蓝色。红色、蓝色。然后到绿色。绿色。然后到黄色。然后到红色。然后到蓝色。啊。啊，我先记下来好了，我怕我走迷宫走乱，然后但是电线是走迷宫了。六，红、蓝、绿、黄、黄、红、蓝、红、蓝，三个黄，三黄，然后一红，一个红。所以迷宫的路要这样走，红色啊，两条蓝色 ，OK， 分叉路口，先这样走，然后绿色在这边，走绿色，黄色，走红色，然后蓝色，三个黄色，然后红色。做 OK 事件，我一个一个事件开始讲啊，还有几个事件。OK， 修理第三根颜色拼音第二个字母和做字拼音第四个字母相同的电线，共三线。哎、欸，我发现到我重开的话，它又变颜色了。你有什么头绪吗？六。我开不小心按到一个黄色嘛，然后我想说让它重置，我找到重置键，我就点多两个，让它重置了。重置过它颜色不一样了。六 ，OK， 那重新记录喽。第一个黄，黄，绿，绿，蓝，蓝，两个黄，黄，红，黄黄红，绿。绿，两个蓝，蓝绿蓝绿蓝蓝绿，为什么要女生？手贱手贱！哎呀，他总共连三条。OK， 黄色、绿色、蓝色，然后两个黄色，红绿，红绿蓝蓝绿。OK。我们有四个事件啊，嗯，修理第二根和第四根电线，修理第二根跟第四根电线，然后应该是从丁丁那边开始算第二根第四根、啊、从第二从丁丁是什么鬼东西，从头从上面数到下来吗？它总不可能两个、okay. 一同一个洞出来的吗？对，所以第二个跟第四个电线，然后修理第三组缠绕线团的第一根电线、啊、第三组缠绕线团的第一根电线，那就是第五根，第三组嘛，对不对？哎，然后还有什么吗？第三组缠绕的第一根啊。 OK， 然后修理从末端起第三根缆线，末端起第三根缆线OK， 我再确认多一次啊，修理第二，对不对？对，二四，然后不对，嗯，我修理第二个，它就直接重置。嗯，第二个是黄色嘛，对不对？第一个不是黄色吗？你刚刚报给我的，我是看左边呢、欸。啊，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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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重新走迷宫喽。红蓝，红蓝，红红蓝红，没有没有，对，红蓝红，红蓝红，绿绿，绿绿，红蓝，红蓝红绿绿，红蓝，红蓝红绿绿红蓝，对，黄蓝，哎，黄蓝，哎，对。OK， 到我要走迷宫了。好哎、欸，蓝红绿绿 ，OK， 红蓝黄绿黄哦，黄蓝黄蓝黄蓝颜色，黄蓝黄蓝、啊、
没有颜色。What the fuck？ 什么？红蓝红绿绿，红蓝黄蓝，哦、对呀、啊。红蓝红绿绿。红蓝黄蓝。红蓝后面有一段没有颜色，再到黄蓝，我真的是。哎、欸，等一下，如果按这个第一个事件是修理绿色的电线了、啊，你先随便修一个绿色电线试看看，会不会 reset？ 我修理一个，随便一个吗？啊，对，随便修一个先。有，可以，然后，那就两个绿色的都修掉，试看看。OK， 可以，然后。哦，都可以，然后修理与最后一根线相反的那根电线，我的，那就第一根哦。对，第一根就红色。OK， 红色第一根。然后有 reset 掉吗？没有，继续。第二组缠绕线里面的红色，那就是这个咯。OK， 对 ，next。然后修理黄色的那个电线。哦，可以了，耶 ！Next，OK、okay。哦，好喂。开始你的炼金术吧。我这边有看到什么西丙胺苯吉罗啦，不会读，所以我就读遍啦、啊。OK。西丙胺苯吉罗啦，我谢谢你，你给我这串中文，然后他给我一串化学符号，然后我上面有11 3 5 6 14 2 9 5 1。对啊、哦，我把他的化学符号抄下来先，我不想再翻那个书啊。西丙胺苯吉罗啦，对 ，confirm 是这个了啊，这名字。嗯哼。然后配方这一页跟我没有关系，然后这里有故障，所以我等一下他妈的还要解决这个故障的问题。OK。我这边有几个管口，然后每个管口上面都有数字。OK， 管口数字先念来听一下。11。11。35。35。16。14。14。29。51。51。OK， 然后我等一下应该跑回去看那个元素表。他妈的，手机的图片里面有元素表。念几次不会爆炸吗？不会，我就按个重置就好了。放重置键。没事啊。顶多就炸掉你罢了嘛。对呀、啊，就输掉游戏而已啦，可以啦。哦，这个我只能说交给你了。OK， 所以它这个使用手册里面还有颜色，然后还有解决问题的步骤。哇，那等一下很忙哦，等一下很忙哦。好。的部分记下来了，然后解决问题的步骤。这游戏认真，元素表正常的嘛？解谜用化学解谜正常的嘛？对不对，杰森？对啊！动不动就做个炸药出来解决问题就好了嘛？当你玩太多解谜游戏，你就觉得说这些东西很正常。什么？你什么是爆一爆解决不了的啦？有啥安呐？所以，你那边有什么东西要操作吗？我这边就只能操作让那个管子开不开而已，没有东西了。所以我要开手机看 recipe 啊，好。29那个放3次，
29的那一个放三次好嘞。S。然后 SB 是多少号？2 3好了。51放两次。好嘞。51之后 BR。BR 你在哪 ？BR 好像是在左下吗？还是中间？我有点忘记了。我也在看着那堆是那堆英文。可爱的孩子，你在哪？数字的，你讲 MOBR 吗 ？Yes， 哦，我看到了，35，放一次。35放一次。然后到3个16。3个16，哎，它出现故障了，就。什么问题？16跟14中间冒出那个烟。什么灯？我灯是蓝绿蓝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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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没有绿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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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黄黄色啊，算是超压、减压，你要减压。减压是哪一个？我这边有3个按钮可以按。第一个。第一个，左边第一个，对不对 ？Yes。顶多爆掉而已嘛，按。OK， 可以了。你刚才讲16多少啊？16放三次。16放三次。还有蓝色，蓝色故障。蓝色，第二个按钮，按三次哦。他不给我按呢、欸。三次应该会做到那个化学物了吧？他不给我按呢、欸。output 咯，直接 output 咯。哎、欸，他，你不是叫我按三次吗？我只按到两次，他就不给我按了。有没有可能你之前按过一次啊？还熬不到吗？错了。诶、欸。错了。OK， 那我们再放一次，2个35。2个35。然后2个SB， 你在哪？51，两个。然后。紫色的问题是按第三个嘛，对不对？粉色，对。1个35。嘿。然后3个16。3个16，为什么这formula跟刚才formula不一样啊？是我错觉吗？怎么又不一样了？我们黄色的是按第一个对吧？对。你可以有跟我讲29哎、欸，为什么这个formula跟之前formula不一样？错错，嗯，错，又错，哒，1、2、3、4、5、8个东西耶，他要放。你可以叫我按两次，按两次，按一次，按三次，对啊，到八个，对啊，没错。你是不是拿错？对啊，我再 confirm 一次是。那个中文是什么 ？C 丙 C C 是那个一个火一个 C， 希望的 C。Yeah, 然后这个字应该是甲乙丙的那个丙吧？就那个一个一撇一个人啊，然后一个内这样子的鬼东西。哎，对啊，丙啊。对啊，然后安是一个月、啊、就只有这一个、啊。对啊。两个 CU 29啊，你两次。呀，会不会他们的钟表跟我们知道的钟表又不一样呢？你要跟游戏里面的钟表？没有，我是对着游戏里面的表念的嘞。啊、哦，那怎么办？我啊，点 reset 试看看会不会换哦。没，你没有装东西，没他就没得点，所以他一直都是这一个。那就只能2个29啊！又变成2个29，你看跟我讲2个35哎、欸。SB 不就35吗？所以是29还是35？
SB 跟 CU 都要。两个29嘛。对啊。两个35嘛。对啊。然后 BR 这样，我翻回去看 BR 是多少。点错电线了。哎呀。BR 35。嗯，对啊。喂 reset 先 reset 先。有点乱。29，然后29两个，29两个，然后 SBS 黄色是按第一个嘛，对不对？嘿，两个29，然后我找一下那个 SB 51两个，51两个，嘿，然后35一个，35一个啊，确定啊？没啊，然后。然后3个16，3个16嘛。那总不可能是我连234我都不会念吧？报告，你开有念了两个同样的颜色。啊？是。同样的颜色，葡萄。是。哦，你弄对了。我们现在要干嘛？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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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一个钥匙没拿到。Codex 2004。OK， 所以刚刚那个我可以 delete 掉，不用再弄化学了吧？对，现在更烦，快点快点，2004，2004，2004 ，OK， 好，来。我进到一个界面了。OK， 我这边左上角是一个按钮 ，I 跟 O。啊。要按吗？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现在进到一个操作界面里面罢了。OK， 然后下面是哦，还是你要按操作界面？你又可以按吗？应该是我在按吧。我的也可以按诶、欸。啊？我这里可以开不开关灯？然后有个 CRRNT 是0到4的 CRRNT 对啊，我先不进来啊，我先不进这边，我记得刚刚有一个操作手册，操作手册，东方快车的主发动机向来有些韧性，要让它好好工作就要找两个技师同时盯住它，就这样而已哦，谢谢你哦。你是说你有那个什么 BLWR 什么 HTL 然后 LGHTS 那个吗？ OK， 你有没有一个 RPD 的东西，然后是符号的 RPD 有符号，什么符号？我符号是男性，我就那个一个圆圈一个往上， okay， 然后那个圆圈里面有一个点。 OK， 指上面的嘛，对，指向上面。OK， 你那边有没有一个什么 CRRNT 吗 ？CRRNT 有。你那个可以动吗？零到四，我可以拉零到四。零到四是怎样？零到四？零一二三四。没有你，它是从上到下这样子吗？我是，对。我这边我是一个直杆拉罢了。OK。我的 CRNT 哦，它是一个，你知道唱片嘛？唱片，然后你切一半嘛，对不对？车速表那样。OK， 车速表也可以这样讲，然后它是切一半的。哎、欸。就它是在最高上面。OK， 那就拉到四。最高上面可是还有弯一个五度还是三度这样子。那应该就爆表喽，四哦。OK。给。然后我这边有三个灯，我这三个没办法运作，应该是你那边的什么 BLWR 什么 HDR 然后 LGHTS 三个灯。哦 ，BLWR。BLWR 要亮。OK， 亮。HDR 要亮。亮。然后 LGHTS 不要亮。OK。然后 PS 要亮。PS 亮吗 ？PS 要亮。PS 亮。TROT 不要亮。OK， 我进阶段了，到你了。OK， 到我了，来。MTR 亮。MTR 亮 ，Yes。
然后，然后 CMPRSR 亮亮，然后，然后 GLS 不要亮 ，G 包 OK 好 ，MD 亮 ，MD 亮，然后 LRM 亮 ，LRM 亮 ，STM 不要亮 ，OK， 然后 SPNDL 一个图片来了，啊哈。高低高低，高低高低有两个，还有勾吗？或者是还是很干净？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高低高低高，先高一开始就很高了，所以它是比较模糊还是比较干净的？我有没有模糊干净 ？OK， 我这边有你所谓的。所谓的高低高低高，哦哦哦，我应该知道你在讲哪一个。它一开始是高嘛，它没有从低到高嘛，欸、对不对？哎、欸、，OK OK OK， 没有没有没有 ，Next。然后剩一个那个你刚刚讲的一半的那个，哎、欸、，P FDRT， 哎、欸，它跑到三分二的地方，三分二的地方，哦有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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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喂！下车下车！我丢 next， 我们要下火车了，拜拜！没有吧？